再大一点点，之后的数千年之间，这些大自然的神奇力量，终于造就了今天举世无双的自然奇景，也为不近海域孕育了璀璨多姿的海洋生态。 在地体的构造上，龟山岛正好位在琉球岛湖和冲绳海槽的交汇点上。由于冲绳海槽的不断张裂，也引发了海底矿盛的火山爆发。近年来，台湾与法国的科学家合作进行的研究中发现。 龟山岛周遭海域中至少分布有数十座的海底火山。龟山岛是其中唯一露出海平面以上的一座火山。最近，国立台湾海洋大学李昭兴教授和日本研究火山的学者持续合作，在冲绳海槽和龟山岛一带海域探测海底火山的活动状况。 研究结果的种种迹象都证明，龟山岛未来可能还会发生火山活动，它也是台湾地区唯一已经确定的活火山。龟山岛是一个海底火山爆发所在地，也是高。我们这些年所发现的这些石头测定的结果啊，我们认定说它最近的一次比较大的爆发是7000年前。那通常呢？ 如果是在人类的历史啊曾经引爆有过这火山爆发的，都是属于一个活火山，所以龟山岛呢是一个活火山。从远处看，这座距离宜兰东方只有10公里的火山岛，外形更是一只浮出水面呼吸的海龟。 因此被称为龟山岛。7000年前的火山爆发，在龟山岛上烙下鲜明的火山痕迹。无论在龟首、龟甲或龟尾，处处彰显出火山地形的独特气质。 最高点海拔有230公尺，周围岩壁相当陡峭，在地形上东面高耸，西北面比较低，整个岩层都是由土褐色至黄色的火山碎屑岩所组成。龟甲部分大致略呈方形，最高峰海拔为398公尺。 地形是向西北方向呈扇形开展的山坡，南面较为陡峭，北面较为平缓，是以熔岩流和火山碎屑岩的互层为主的地质形态。龟尾标高为141公尺，主要是由熔岩丘和向西连接长约1公里的砾石滩所组成。 山岛除了岩壁上嶙峋奇特的火山岩地形之外，岛屿四周的岩壁上到处可以看到熔岩流和火山碎屑岩交互堆积的火山地形景观。这些嶙峋奇特的岩层充分展现出火山岛屿的独特气质，尤其是龟首的陡峭岩壁上，到现在还可以看到相当旺盛的 火山喷气口。
山岛最特别的火山景观就是东边海域的海水，这里常可见到白色的气泡从海底涌出海面，形成一片乳白海域，这是海底火山热泉所造成的现象。当火山喷气孔与油气孔在海底喷出的气体通过海水时，便会形成大量的气泡往上涌出，强大的风力将热泉涌至海面，形成了一大片黄白色的硫磺溶解物，空气中也充满一股浓浓的硫磺味。有时候随着潮水的改变，这片乳白色硫磺海水也会跟着移动方向。山岛的龟首，它有一个规模非常壮观的海底火山喷泉。那这个因为由于是浅海的海底火山喷泉，从20几公尺一直到40几公尺，有分布密度极高的海底火山喷泉，这在全世界来讲也都是非常有名的。那在这样的特殊的海底硫磺泉的形成之下呢，也形成了一些特殊的海洋生物在这边出现。龟山岛附近海底存在多达50多处的海底喷气口景观，来自地壳深处的强大喷发力量，就像是一只只巨大的海底烟囱一样，不断排出海底热泉、硫磺等物质。震耳的喷气声和巨大的水柱气泡，让人感受到有如火山就要爆发般的震撼。面对这片由火山热泉所形成的海域，总让人怀疑这样的环境是否还有生命存在。海底下恐怕是一片死气沉沉吧。尤其是喷气口附近的水温高达摄氏115度，pH 值约为2，是一个高温强酸的水域。这种恶劣的海域环境，除了具有特殊的适应能力，一般的海洋生物是无法在这里生存。但是，就在火山喷气口密布的龟首附近海底，我们发现了一群非常特别的螃蟹。它们竟然无视于险恶的生存环境，在热泉汹涌的喷气口附近安然自在的生活。它们是属于螃蟹科的稀有种类。2年前，才有一群潜水人员在龟山岛水深16公尺的喷气口附近的礁岩下面发现，后来经生物学者鉴定为全世界首次发现的新种螃蟹，目前暂时定名为乌龟怪螃蟹。至于它们进一步的生态习性，便不知了。让人好奇的是，这些数量众多的螃蟹在看似平滑的海底火山喷气口附近栖息，它们到底是如何克服艰困的生存环境，在这里安稳的生活呢？看它们将一颗颗的硫磺碎屑不断往嘴里送，又将无法消化的硫磺含咽出来，它们这么忙碌，到底在实现什么？是在过滤其中的有机质和藻类作为食物吗？还是和深海螃蟹一样，利用体内共生的硫磺菌来分解硫磺碎屑？这些有趣的生态议题将有待海洋生物学家进一步的探索。
龟山岛正好位于非潮暖流必经的通道上，由于海水地形的关系，黑潮在这里形成一股向上涌升的海流，为附近海域带来丰富的浮游生物，也吸引众多的洄游性鱼群聚集，使得龟山岛附近海域成为台湾三大渔场之一，是北部渔民近海渔捞的主要区域。根据海洋学家的调查，在龟山岛海域中发现有将近270种的鱼类，其中以雀鲷科、龙头鱼科和虾虎鱼科的种类最多。黑潮是一股相当温暖清澈的洋流，这种海流条件是珊瑚生长的有利因素，因此黑潮流经海域都可以发现绵延的珊瑚。位于黑潮流域上的龟山岛附近海域也深受黑潮洋流的影响，整年的水温都保持在摄氏20度以上，为珊瑚的生长营造出有利的自然条件。就在龟山岛的龟尾沿岸附近，水深1到6公尺的地方，孕育着一片茂密的珊瑚礁区，分布了约87种的珊瑚，其中以六指指形软珊瑚的数量最多。八环六指软珊瑚的数量有不少，陡峭的岩壁上为花朵般的极碎软珊瑚点缀得更加热闹。龟山岛北地海马所对在珊瑚礁海域是一个非常良好的珊瑚礁的高密度的分布，所以就形成了一个非常好的海洋生态的栖所，让所有的珊瑚礁鱼类以及洄游性鱼类在这边形成很好的一个渔场。然后另外，因为这样好的一个生态环境，又孕育了很多的脊椎生物，非常美丽的分布在这个海域中。那其中最特殊的地方，就是我们调查研究过程中发现有高密度、高频度的海蜇出现，这个大概是全台湾北部海域里面最特殊的一个现象。海胆，这次人群繁杂的珊瑚礁区，当然也成了五彩缤纷的珊瑚礁鱼类和各种无脊椎动物的最佳栖所。较大型珊瑚礁的附近，常发现数量庞大的天竺鲷聚集，它们是龟山岛珊瑚礁区的最大家族。各种娇小的雀鲷科鱼类，则以利落的姿态穿梭于珊瑚礁的缝隙间。珊瑚礁石上则被海参、海星、海鹤鱼、光鳃管虫等无脊椎动物点缀得更加多彩多姿。礁石下方的孔隙中，好久不见的龙虾正在洞口舞动着长长的触须，它通常要等到晚上才会出外觅食。珊瑚礁上方的水塘间，也经常可以看到成群的臭鳟鱼、乌尾鸫、淡梭鱼等巡游性的鱼群游过。
赏金是近年相当风行的海上休闲活动。龟山岛附近丰富的海洋生物自然吸引相当多的鲸豚前来觅食，也是龟山岛成为赏金的好去处。估计每年有10万喜好自然的游客到这里观赏鲸豚和河底火山爆发后的奇景。龟山岛的美就像赤子般的纯净，龟山岛的海洋生态也像热带丛林般的丰富。而举世无双的海底火山奇景更是台湾独家的瑰宝。在历经多年军事管制之后的龟山岛将以崭新的热情面貌迎接您的光临。